我的天呀，这怎么和迷宫一样呀？我得赶紧找个地方躲起来，狼人马上就要出来了。这个地方好像可以三道跳上去。奶茶已经开始抓人了，用不了多久就会发现我了，我得赶紧上去。可是好难跳呀，这让我怎么上去啊？喂，小王子！哎，狼人啊，救命啊！你不要追我，赶紧跑！别跑啊，我就有这么可怕吗？你不要再追我了。找一个无敌点位躲起来。小王子是不是属狗的呀？跑得这么快？不跑快，被你追啊！我就甩掉奶茶了，好险呀！这里的位置都不安全，很容易被发现。这里有个草堆，莫非可以躲到这个地方？这里面好像有个暗道哎。哦，哇，好隐蔽啊！这下我看狼人怎么抓我。卡个视角。哎，汉堡怎么躲到那个上面去了呀？可乐，你快上来啊！奶茶就在上面。完了，没救了！汉堡，就差你了。嗯，别抓我，别抓我！哎，小王子，我看见你了。奶茶，你去抓小王子吧，他就躲在茅草屋那里。不是吧，这汉堡，你这是做什么呀？嘿嘿，因为剩下的最后一个人会变成人类英雄，拥有神器，到时候狼人都不是我的对手了。可恶！小王子，这是在这边吗？我不在，不在。可是我没有看见小王子的踪影啊！臭汉堡，难道是你骗我的？我没有，我没有。我怎么可能站着等死呢？赶紧躲起来，原来的位置，赶紧躲到房子上面去。为什么这里这么难跳呀？就是上不去啊！哎呀，烦死了！这边不是看到小王子了吗？怎么不见了？啊，好险好险，没有看见我。哎，汉堡，你怎么在这里啊？我还没找你算账呢。是吗？奶茶，小王子在这下面，快来抓他！啊，不是吧？臭汉堡怎么可以这样呀？不，我不好好教训你。哎呀呀呀！不是吧？这神器真这么垃圾啊？